家好，我是家俊阿姨。最近冰上迪士尼正在全美巡回演出，这几天刚好在亚特兰大，今天我们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演出了。来看演出的观众基本上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剧场里就像是进行着一场盛大的亲子活动。很多女孩子都穿起了和迪士尼经典动画片中主人公一样的漂亮的公主裙， Elsa 美人鱼和白雪公主随处可见。冰上迪士尼是美国菲尔德娱乐公司的老牌节目，从1981年开始，冰上迪士尼的演员们就开始了他们的巡回演出，至今已经走过了65个国家和地区，近7亿人次的观众观看了这种被誉为最快乐表演的冰上童话。演出初始，迪士尼动画片中的灰姑娘、美人鱼、阿拉丁、美女与野兽等等重要角色悉数登场，演员们跳跃、旋转、托举，各式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孩子们更是欢呼声不断。每一个孩子们熟悉的和喜爱的人物登场时，都是全场掌声雷动，掀起阵阵高潮。这种把舞台音乐剧与花样滑冰技巧相结合，把每一个故事压缩到十几二十几分钟的快节奏表演，用舞台剧的表现手法烘托气氛，这种演出方式还是很好看的，尤其是受小朋友们的喜爱。